台电台关电厂计划推动绿化碳清理工作，而且透过水利发电的过程来分水排沙。水利公司以及台水公司烦恼着这较多水利客排沙方式，可能会去污染着民生用出水。为此，行政院中部执行长蔡培辉特别前来水利客会勘，了解台水公司向上游勘察水质口的规划，确保民生用水的水质安全。原本有在水利客自来水出水口，将可能因为台电公司规划的水利发电分水排沙的方式来受到影响。因此，在水利乡公所的定情之下，行政长官执行长蔡培辉邀集台水公司前来会勘，了解要迁徙出水口的计划，事关一寡潭清淤工作。因此，伊伫乡长刘启鹏嘛前来关心。有关这个日月潭的这个淤泥淤沙的问题，那长期影响到整个大日月潭地区的这个观光的这个发展，尤其是游艇业者，那船行经这个淤泥处的时候，甚至都会有搁浅的状况，也影响到这个观光的推展。另外呢，在用水上面，因为淤泥的关系，使得这个民生用水也产生一些变化。那这件事情呢，我们非常感谢自来水公司，然后他特别来跟我们的水里乡长还有这个鱼池乡长来讨论他施工的方式。那我们施工的方式，因为这里是原水的取水口，所以只会做比较这个比较简易的工程啊，但是会是一个稳定的取水。最重要的是要顾虑到大家这个自来水饮用的安全。为确保水源的清气，台水公司预计每年要投资3000万，将原本的出水口往水利客上游来迁徙到挖井安桥的所在。那取水量这个台电它会配合本公司取水口往上移也会至少放2CMS 的水量。来供给我们，确保原水量没有问题，那确保到时候整个清水的产生量也不会产生问题。台水公司的规划大概是明年110年的5到6月办理发包，那因为配合水里乡公所7、8月的玩水节，那我们的如果说顺利绝标的话，我们预计是在110年的9月开始施作，那在12月底之前完成，那刚好跟台电开始混水发电的时间也能够互相吻合。那当然很多人会疑惑说为什么要清淤，那这是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工程，是因为我们台湾是急降雨的地区，但是水流不住，所以我们现在针对非常多水库的清淤都来加速办理，所以我们在一方面顾及我们台湾的水资源的时候，我们也要顾及自来水的安全，那这样子才能够这个相辅相成。台水公司在会勘中表示，因为日前检测混水发电后所排出的水质，水源浊度竟然高达7000 NTU， 比原本水利客5 NTU 的浊度超过了1400倍，数字实在太惊人。因此，蔡培辉希望在进行水口清淤的重要工作时，也要确保民生用水品质。记者金山差不多。